刚刚我在这个滑梯上发现一个飞机形状的一个玩具，这个好像是一个，哇，好像是一个龙战的陀螺转换器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哇，那个陀螺和那个大虫子好像都在那里了。然后，哎，哇，这边这个好像也是个龙战。哎，我完蛋了。哎，这个拿不到了，怎么给勾过来呢？哇，掉那里了，这个好像也是个龙战士。我们看一下，从哪边？从这边。哎，哇塞，这边有黄金的鲨鱼，还有一把超帅的剑，好像是流云剑吧。我们从这边，从这个台阶下去捡一下。哇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哇，这个桶里竟然有好多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东西掉下去了。然后这边彩虹朋友的一个盲袋还是没有拆的。然后哇，这边是一个龙战士，龙战士这个应该是一个火焰形态。然后还有哇，这么多，这个应该是个反射形态吧，头上是这样的黄金的。然后这边还有哇，什么情况，进篮筐里了吗？两年半的练习生吗？这个是一个飞翔形态呀，后面有四个翅膀。然后这边是个篮筐，哇，挂住了。哎，应该是这个吧，是这个吗？哇，它是一个攻击形态，手上有一个黄金的武器。然后这边还有哇，两包奥特曼卡包啊，一个奇迹包，这个是个实战包，还有这个是，哎，它是白色的，它应该是个防御形态吧。哇，这个身手好强壮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挖掘机，绿色透明的，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是个六号的摩托车呀。哇，这个应该挺好玩的吧，不过不能走，先给它装起来吧，就是装起来。然后我们去下面捡一下刚刚掉下那个，好像是一个鲨鱼。这边还有这个陀螺转换器也装起来。然后我们从这边，从这边下去吧。这个鲨鱼在这里，它是一个，哇，是一个博士，鲨鱼博士。这边好像是可以变形的吧，这个先放起来。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刚刚那个流云宝剑在这里。哎，在这里，哇，超帅的一个流云宝剑。我们给它打开看一下。哎，哇，已经打开的，这边还带灯哎，这个太帅了吧！我去，这声音好帅！哎，还有不同的声音，哇，这个牛啊！还有一个黄金的鲨鱼，哎，刚刚那边那个陀螺没有捡呢，我们去看一下，陀螺应该是哎，在这里，这个是刚刚那个龙战士吧？哇，它是一个龙战士的一个初始形态，初始形态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陀螺，哦，陀螺在这里。哇塞，它是一个双甲陀螺呀，攻击力肯定很强。下面我们拆一下这个奥特卡包，看一下这个实验包能不能开出一个 SHR。 哦， LGR 的一个维克特利，然后是 SR2， 看一下正面，哎，泽塔呀，泽塔一个 HR3D 卡。下面我们试一下这个超帅的陀螺转换器。哇塞，这个转的也太好玩了吧。哇哇哇，太牛了。